来北港铁头想要知影在地，才知影好所在以及千里当地文化。现在北港游客中心也推出两港环游北港水南游记活动。甲阮预约啊，啊，佮会使替安排啊，落去游北港啊，超一日还是两日的行程。啊，像阮咧有一间医生馆，迄住院院哦，迄厝尾顶嘛有一寡较新的艺术哦，迄嘛讲在地的人带你去哩吼，你可能较敢去，无外客来向看迄顶，敢知影足水的，啊，甚至大部分拢唔知，抬头去你看就对。到北港水南观光，有在地人因领体验，民众不但当更加亲历当地民俗风情，有机会到内行人才知影的好所在。所以活动一推出是吸引不少民众报名。就觉得自己看实在是懂得很少，因为要有导览讲解才会有那种精髓。那在朋友推荐这个行程，看到他们排的行程，就是还蛮精彩的，很多是我不认识的北港，就很想来跟着走走看看，这样很期待啊。目前北港游客中心规个两天，北港水南行程各占一天，以礼拜六礼拜日为主。其中水南乡的行程有不少真罕见产业以及农村活动，真值得行一转。啊，活动大约分这吼三个部门啦吼，一个就是游北港老街，第二部分就是看调研宫嘛吼。第三部分就是，这个带你看，去增加看黄金蝙蝠，啊，是讲咱的一挂新农民的种植，因的成绩安尼。现在已经开始放暑假，民众也唔知要去倒位佚佗。北港游客中心欢迎民众来北港水南观光。详细活动内容，民众会当上网络，也是敲电话到中心询问。记者李克山，长报道。